花草树木是生命的摇篮，文明的象征，人类的伴侣。森林草地是调节气候的能手，保护环境的卫士。它们都是鸟兽栖息的乐园，美化自然的画师，是陶冶性情的益友，年年去病的良医，是取之不尽的宝库，造福人类的天使。按照风水理论，理想的风水环境都是林木茂密、绿化甚佳之地。风水理论认为，草木郁茂，吉气相随，或本来空缺通风，今有草木郁茂遮起不足，不觉空缺，故生气自然，草木充色，又自人为。北宋李思聪所传《堪舆总所杂著》认为，树木荣盛可征山有气质，朱侍郎住喜寺祖茔，先是植木皆枯，人以为不祥，以未前树木或皆葱稀如油，公发大葵。可见林草是产生吉气和生风的源头，具有良好的林木景观的绿化环境是形成极地龙穴的必要条件。按照分布特点，风水林可以分为挡风林、龙座林、下殿林三种。这三种风水林实际上是好风水最大原则“山环水抱必有气”的一种具体体现。挡风林所起的作用是左右沙环，龙座林所起的作用是背有靠山，下殿林所起的作用是前有朝山。挡风林又叫挡煞林，大自然的神秘表现在方方面面，古人称之为煞气的东西就是其中之一。据说这种煞气来无影去无踪，防不胜防，它能在不知不觉中置人于死地，只有风水先生有办法识别它，制服它。现在某些人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它，所谓煞气大多是寒冷的北风，包括西北风和东北风，由于它严寒，容易使人受凉得病，或使病情加重。但是有一种玄乎其玄的煞气，并不是十分寒冷的气流，只是由于处在它的风口上，风口是气流变化最敏感的地点，冷热变化很快，风力时强时弱，风夹着雨，对木地墙壁有不可小看的侵蚀力、冲刷力。森林具有挡煞的作用。挡风林一般种植在盆地的水口之处，山间盆地在小河或小溪流出或流入的水口方位就有一个缺口，如果这个缺口在西北方，正是寒冷的冬季风侵入的大门，如果这里不种上风水林，煞气就会乘虚而入，必将导致好风水跑掉，引起破财或损丁。
同样道理，水口在东南，夏季风由这个通道往里猛吹，风带着雨，有时是强度很大的暴雨，造成一次次灾害，山崩、洪水、倒房、伤人等。所以在这个水口也同样需要种上风水林。如果说挡风林是从水平方向上显示了它的重要性，那么龙座林却在垂直方向上表现了它的威力。一座房子建在山坡上，如果后山没有树林，自然被暴雨冲刷得很厉害，四周的风力也很大，有碍房屋主人一家大小的身心健康。夏天阳光直照，没有树林遮阴，难以调节小气候。于是风水先生认为要植龙座林。龙座林好像故宫金銮殿上有个靠背的龙椅，这样三面环抱的环境自然是优美的。风水先生的用意很好，名字也很有吸引力，把居家比喻为龙座，希望有天子出使，但是却给本来科学的东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建筑在河边湖畔的房子或者坟墓，虽然后山有龙座林，如果没有下殿林，会显得失去庄重，头重脚轻。在山头流水的冲刷之下，还有滑坡崩塌的危险。风水先生把它取名下殿林，名字虽然不雅，但在这个部位植树却也重要。不过树冠不能太高，不能挡住视野，就像暗山不能高过背靠的主山一样，下殿林过高也会有碍风水。应该说风水林远不止以上三种，如果把范围扩大一点，在坟墓周围种植的树林也应算为风水林，还有种植的结婚林、天丁林、新房林也都可以称为风水林。